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世界上最早的水下铁路隧道的修建始于英国，是1825到1840年施工的，横穿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底的隧道。那么大家知道中国首座水下铁路隧道是哪个吗？我国首座水下铁路盾构隧道是广深港高铁狮子洋隧道，在2011年3月12日全线贯通，是广深港高铁的咽喉，也是我国里程最长、列车运行速度最快的水下盾构隧道。据悉，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狮子洋隧道全长6150米，其中盾构段长4900米，火车的通行时速为350公里，这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前所未有，被工程界专家誉为中国铁路世纪之最。而建造狮子洋隧道也是不容易的，这条隧道三次下穿江河和水面，其中狮子洋水面宽3300米，水深达26.6米，且为珠江航运的主航道，为我国水深最深的水下隧道。不仅如此，狮子洋隧道大直径盾构长距离连续穿越软土、沙层、软硬不均地层、岩石风化层、破碎带和硬岩地层，出乎意料的发展也给施工队带来一定压力。在高水压、强渗透的地质条件下，建设者先后攻克了盾构机、水中更换刀具等多项世界性的技术难题，让直径超过11米的巨型盾构机在水下67米的深处实现了精确对接段。狮子洋隧道在防灾设计上也完全满足了抗火、抗灾、抗洪的要求，特别是隧道纵向贯通全线的逃生通道，横向设置了19处联络通道，在江底最深的位置还设置了救援防护区，即使出现火灾等意外事故，也能够确保人员的安全撤离。看完这个视频，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